罗志祥公蛋，徐若瑄助阵，逼生小猪猪。小猪罗志祥疯狂世界巡演，7月29号起在台北一连三场演出，总计有3.3万名粉丝同安呢。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个可是台北限定的天降空桥呢。另外还有360度旋转延伸舞台，总共砸了1.4亿元打造哦。现场小猪还特地表演一段打鼓秀呢。不过最让观众期待的，莫过于请来女神助阵啦。13年前，两人因偶像剧《嗨上班女郎》片尾曲结缘。在我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呢，也还没有出个人专辑的时候呢，我很斗胆的就邀请了徐若瑄小姐呢帮我写词。已经当妈的徐若瑄现场竟还追问起小猪何时要生宝宝啊？我觉得跟你那么帅又有才华，我觉得歌迷朋友应该都很想要看到你的小猪猪啊。娱乐动新闻，那也要看中阳青要不要喽。报道。